Hello，早上好。今天我们就是早上要去一个 park， 叫做 Park Omega， 是一个动物园。不知道今天天气怎么样，会有什么惊喜？把你的萝卜拿出来给我拍一下呗。我们已经从 Costco 准备好一大块萝卜，准备今天全部喂鹿，给这个萝卜一个特写。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兴奋？嗯哼。看。今天好像有一点冷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Park Omega， 然后我拿着这个胡萝卜，现在我们准备就要去喂鹿了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在门口那一大堆，真的？天哪，他就在这儿堵着吗？所以我们是要往这边走吗？这儿，你要喂吗？可以喂。他们都已经。堵住了，别开太大哈，别开太大，我给你开，你给我一个，哦，他给我拽，他们吃的好快呀。No.
这是另外一个。他给我撕扯，嘿，嘿，不要拿掉了。We're going to 洗车。我说，洗车其实很难洗的。那咋办？在边上。我看他就不在摸呀，他根本都不累，他不敢摸。傻了吗？他都不喂。偷手套白狼人家吃。哎，他进去了。居然进去了，然后发现也有他给了，他还是给了。哎，这家伙超上了，给他个钥匙。嘎吱嘎吱的声音。这是个小牛一样的。哎，他们吃柚子。哇，太有食欲了！哇，对啊。Oh no！还好外面。哎，后面的人来了。他们是撞了一下的吗？哇，野猪！当某一天学会了飞，他们就自由了。他们不会学飞呀。他们从那边的。可以。祝他们早日实现飞行自由。Careful to avoid hitting their antlers against.
听听吗？感觉他们都不动了、感觉他们都不动。哇，都闭了眼睛，但是。And now, this year, there will be the totem of the seven fires and the portico entrance.感觉这个腿脚不好，那个也走路也那样。我觉得这公园喂动物真的挺解压的，以后可以
就是下次如果来 Montreal 就可以特别再过来一次，然后专门来喂一次。没想到这动物还是挺有野性，动物都有野性，为了吃不择手段。就是把我们的车都已经刮花了，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喂动物的，我觉得特别好玩。